来台湾玩用信用卡还是现金比较方便？外国朋友这样说：我们用现金啊 ，cash because no one accepts credit card. Credit card, and then I get the cash like from the ATM. 要买东西还是得换成现金，因为在台湾信用卡未必每间店都收。联卡中心统计到今年五月份为止，外国人在六都刷卡排名，台北无论是刷卡金额和笔数都是第一，六都里台南敬陪末座，刷卡笔数和金额都最低。台北足足是台南刷卡笔数的40倍，但刷卡单笔金额最高的则是高雄，每笔花费将近8000块。有啊，这个书包，这个背包，就背包啊、衣服啊、鞋子哦。Yes, it's quite convenient, but some ATMs they don't work for my credit card. I have a Visa, and some don't work, but most of the time it's fine. 因为台湾对外国人的金融服务友善度还有改进空间，信用卡业者分析，中南部观光景点多为夜市小吃或路边摊，使用信用卡消费比较不普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若和前年相比，除台中以外，外国人在六都刷卡消费金额都下降，台湾要拼观光财，还得再加把劲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